人吗？啊，我不是啊，我只是想抱猫了。我说实话，我想抱一下我家猫，我就想抱一下我家猫了。来，是不是皇上？皇上说想播一会儿，他说，来闻爸爸头发，来闻吧。哎呀，哎，对对对，来闻一下。哎呀，对，哎哎。好痒啊，不是，我是猫粮啊，老可爱了。来自皇上的凝视，三三三三三，皇上超绝舔猫，超绝摇尾巴，三三三三三三，超绝小翘臀，皇上，老师有猫。哎呀，其实我觉得好像现在当个主播你不养个宠物，就是我感觉现在主播吧，就是宠物是标配了。我说实话啊，就我感觉现在主播感觉有宠物都是标配了，你没宠物你都不敢当主播。哎呀，天都黑了，没关系的，不要再说了。打他干嘛？我就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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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手痒了，需要打一点，对，释放一下压力。